师父，你们是怎么察觉到不对劲儿的？哪是我们察觉到的？我跟师父一开始就被韩英骗了，倒是振宇师兄的话提醒了我。我曾经很尊重我的师兄，所以我无法接受他背叛国家的事实。但你满口仇恨，我倒是一点都看不出我师兄的影子。 我一直以为振宇师兄他恨透了你，结果我没有想到，最相信你的人竟然是他。是啊，是振宇的一席话，才真正敲醒了我和少强啊。我看得出来，振宇师兄，他很在意你。师父，师妹。 我有个请求，请你们不要告诉振宇我还活着。师兄，你真的不打算告诉振宇当年的真相？半辈子都过去了，真相是什么还重要吗？我明白，你是不想让振宇。 活在伤了你的愧疚里，与其让一个人对活着的朋友心怀愧疚，还不如让他对一个死了的敌人带着怨恨吧。海英出来闹了一场也好，子枫又使出了死亡华尔兹。 大家肯定对他的背景都很好奇，既然有人跳出来替子枫挡子弹，有为你开了死亡证明，那我们就将错就错吧。啊，师父，可是师兄他明明活得好好的。师妹，我现在是冷天启，冷子枫的父亲，扬言20年前就死了。 来了，你也喝一杯。哎，嘿嘿，来，儿子，你也喝一点。来，哇！哎，你这什么情况？今天弄这么多菜啊？小峰不是要参加世锦赛了吗？咱们为他庆祝一下。好，那咱们大家一起干一个。来来来来来，杜老哥。哎哎哎哎，干！爸，我以前打拳赛的时候，怎么没见到你这么大张旗鼓过？ 以前你比赛啊，都是为了生活，为了钱。这次不一样，这是你走向世界舞台的起点，当然应该提高规格，咱们好好庆祝一下。嗯，爸说的没错，我听教练说，这个世运赛就是选手们的前哨战，要是打好了，就有机会进入国家集训队，为国家争荣誉争光。嗯，没想到曾经那个只会用拳头的笨蛋老哥。 还有机会成为国家代表，跟你们说啊，这同样是比赛，肩膀上绣一国旗，档次完全不一样，对吧？嗯，对了，哥，你世运赛是哪一天啊？23号。哎呦天，我怎么偏偏是那一天啊？我那天有重要的考试，不能缺席的。哎，没事，我到时候自己去。你不准去，我哥的比赛我去不了，你也不准去。<笑> 我是你哥的经纪人，我不去插怎么办啊？也不准去，你只能去陪考。那天大家都去看哥的比赛，只有我一个人，多可怜。哎，老婆的话就是圣旨，不听话会。嗯，对，这个世界上什么事儿都能拒绝，唯独老婆的命令不能拒绝。哎，你放心吧，到时候给你带块金牌回来。天琪啊，嗯，我看呐。 你要把家里的墙壁整理一面出来，给子枫挂奖牌啊！啊，好，来，来，儿子，来，干杯！师叔，阿姨，坐。哎。
二豪，你要出门啊？我要带无双一起看电影。看电影？这比赛不是要到了吗？应该加紧训练，怎么这个时间看电影？你无双不能参加比赛，心情肯定不好。二豪能够想到这个，你呀？哦，那好，那就看电影吧。反正平时有练习，也不用临时抱佛脚。噔噔噔噔噔！阿豪，我就准备好了，出发吧。天气冷，我去帮你加件衣服。哎，爸，你可别捣乱啊！哪有女儿穿爸爸的衣服的？你这衣服太……你这个衣服太丑了，谁买的？我妈选的啊。年轻人约会不就应该穿成这样吗？不是，又露肩膀又那么短，你怎么买这种衣服给他们？他们才几岁啊？你明明是姐姐，怎么每次碰上服装的问题，都让一红牵着鼻子走？哎呀，没办法呀，我现在是一个肩不能挑、手不能提的弱女子，我也打不过一红。弱女子，在我眼里，你的杀伤力还是很强。弱女子。先到大厅等我，我去停个车。好，小心。哎，美女，一个人呐？这么冷的天，冷不冷？我请你喝杯咖啡。干什么呀？别不好意思嘛。哎，让开！没事，别走。没事。我警告你啊，不要再上前了，再上前我就不客气了。哟，生气了？来啊，千万别对我客气啊！小姑娘，别不识抬举。没事吧？二豪，不管父亲多苦多难，我都不会放弃的。为了你，我要变得更坚强。我以为你约我出来是刺探敌情的，没想到你是来送情报的。哪有？怎么没有啊？
看你的表情我就知道你跟邓尔豪还没和好吧。那我就在这里先预祝你们振宇学院第五次蝉联世运赛亚军的宝座。我告诉你，就算没有他，我们照样会拿下团体赛金牌。我说你们两个怎么回事啊？一个在我面前说要拿个人金牌，一个在我面前说要拿团体金牌，当我死的呀？哎，我说少康，你以前是全国青少年冠军吧？不能说以前啊，现在也是。你说你以前是冠军，但后来被邓尔豪打败了，你会生他的气吗？你会不爽他拿走你全国第一的头衔吗？全国第一？全国第一又不是只有一个。当然只有一个了，要不然怎么会叫全国第一啊？可怜呐。哎，你们的生活除了奖牌就没别的了。你看我啊，我会骑马，我会滑雪，我篮球打得也不错，这些邓尔豪会吗？虽然站在领奖台的最高处是黑手，但我的生活不能只有剑道上的三分钟，即使我失败了那么一两次，难道别人就觉得我是个击剑新手了吗？我实力摆在那儿呢，我输了一次，我下回赢回来不就行了吗？所以说呀，像我这么完美的男人，那金牌只不过是锦上添花的东西，即使是我身上少了那么一两朵小花，但是不要紧，我魅力值仍然爆棚啊，有很多妹子排队等交往了。虽然说我现在的心只属于伊莎贝拉，哎，我觉得啊，我应该是属于全世界妹子，你觉得呢？笑，哎，我告诉你啊，我现在超级强，到时候等我痛宰你吧。那我也告诉你，我现在死亡华尔兹的成功率是100%，小心我痛宰你。哟，哟哟哟，别装啊！前台有人找我。好，我马上下去。就知道是你搞的鬼，我到中国来没人知道，前台怎么可能会有人来找我呢？你不要走了，我已经订好了明天回去的机票，没时间让你胡闹。我不可能跟你回去，明天就是世运赛了，我要在世运赛上揭开一切的真相，让杨野和冷子峰这对卑鄙的父子得到应有的教训。那我也跟你说一句，如果今天你敢离开这个房间一步，曙光击剑队
导致我的身世 Time to fight, time to go 被误会被曲解我过我的明天一会儿出门了，快点儿！来啦，不是还有20分钟吗？什么东西啊，这是？啊，哎，依依，这什么呀，一大箱的？这些啊，可是我跟我姐熬夜赶工出来的，到时候给拉拉队。依依，这可是击剑比赛，又不是什么你的偶像演唱会。哎呀，我不能到现场加油，我也得出份力啊，姐。到时候你要给我实时转播，放心放心，我流量包都已经充好了，就是为了给你开直播用的，绝对不会让你错过冷子峰的英姿。谢谢姐。姨，先上车，我送你去车站，你考试可要加油哦。好，嗯，我一定会努力通过的，加油。爸，我走了。啊。哎，嗯，你就这么去啊？不然呢？等我一下。哎，儿子，坐好，你也享受一下男人的待遇。爸，你干嘛呀？别着急呀。怎么样？哇，真的不错哎！是不是精神多了？是啊，我儿子就是帅。爸，以后有什么大日子，我也替你刮。哎，对了，决赛是下午是吧？我跟老板请好假了。真的吗？你这可是第一次来看我比赛。是啊，以前我不看你比赛是因为我不想看见你挨揍，现在你不是不一样了吗？那我可得好好表现一下。嗯，再就是记着，团体赛一定要相信队友，要合理分配体力，不要一个人大包大揽。嗯，爸，听你这口吻，搞得你像身经百战的高手似的。你也懂团体赛啊？嗯，总之你加油就是了，我会在台下看着你。
走上冠军领奖台的。爸，你放心，我一定让你今天请假被扣的工资啊，值回这个票价。晚上准备一桌丰盛的庆功宴啊。你放心，保证有你爱吃的。爸，我走了。要小心啊。你说我对击剑一窍不通的，主编为什么非要派我来采访击剑比赛啊？这种大学生运动会年年都有，那有什么新的看点啊？不是学生运动会，世运赛是国际比赛的前哨战。现在国家击剑队的队员，一个个都是从世运赛脱颖而出的好手。参赛选手那么多，我怎么可能一个一个都记住名字啊？你重点先关注这几所学校。男子佩剑的部分，你看啊，那是已经在世运赛上拿下四次冠军的奥盛学院。四次冠军。自从去年的全国青少年击剑冠军邵康加入后，今年是强势问鼎，五连霸宝座。这邵康长得倒是有点明星相啊。哎，照你这么说的话，这世运赛就是一校独强啊，那还有什么意思啊？谁说没意思了？你看。那是他们的天敌振宇学院。这振宇学院的颜值水平倒也不低哎。今年振宇学院从法国找回了天才击剑手邓尔豪，还网罗了黑马冷子峰，来势汹汹啊。网罗黑马？他在这一届青少年击剑比赛上使出了曾经20年前传奇剑手杨炎的绝招，轰动一时啊。哇塞，听上去是大绝招啊，听着倒是挺像武侠小说的。还有艾鲁特学院、理工大学，他们也是四强的常客，招收了大量的体育特长生，实力稳健，女子佩剑的战况也很激烈，话题热点就是不败女王白无双因伤退赛。女子组的排名啊，肯定会有一番重整。走吧走吧，这样比赛马上开始，咱们进去坐。手下败将又见面了。你这个忘恩负义的家伙，要不是我上次仗也伸出援手，你早就在法国了。你出手帮我是事实，但你没赢过我也是事实。事实？事实就是我们奥盛学院连续四连冠，你们振宇学院做了四年的老二。邓尔豪同学，准备好迎接我无情的攻势了吗？我会无情的击败你。我要让你知道，世运赛所有的金牌，振宇全包了。阿发阿乔，他们说想要承包所有金牌，你们服吗？承包金牌，承包鱼塘吧。咱们奥盛上下一条心，不打架不尴尬，可不像某校四分五裂。我可以跟我的兄弟同穿一条裤子，同吃一碗饭。你跟小峰可以吗？这有什么不可以的？行了行了，我们奥盛学院的团队精神要甩你们好几百条街呢，连团队意识都没有，还在那装。咱们不跟分手情侣较真啊。
来只有在决赛的时候才能交手了。希望你们不要太快落马，不然决赛会很无聊的。是你们福大命大，没在前两轮遇到我们。但你们半决赛遇到的是理工大学，这是你们的宿敌吧？我要是没记错，去年45-43。小心，别阴沟里翻船。你以为你们那组的艾鲁特学院是好惹的角色吗？我记得南明去年在个人赛上，好像惨败在人家的队长冯树的手中。哎呀，好像还一蹶不振了好一阵子。谢谢冉教练的关心，但我们的队员不劳你费心。我想我们应该不会输给一个试运赛前教练还亲自指导外校学生的这种队伍吧。我听说振宇学院的两大主将正在闹不和，邓尔豪退出了团体赛，这样没有合作精神的团队实在是令人堪忧啊。团体赛和个人赛的金牌我一面都不会让，拿了梗你试试看呢。但是现在店里实在是忙不过来了，我也是没办法才给你打电话的。那你别着急，我收拾一下，我尽快过来啊。到对方了吗？为什么得分的是唐如君啊？因为攻击权在唐如君手上啊。什么攻击权？你看，完全看不懂啊。进攻，反手还击，得分。中场休息。别和他抢攻，他攻击力旺盛，一件一件慢慢打。我知道他不给我进攻的机会。那肯定啊，沉住气啊。你的实力不输给白无双，更何况区区一个工人，用这场比赛向所有人证明你才是女配的第一人。好，没问题，加油加油。Thank God ahead Alice。喂，主编，特稿刚刚已经发过去了。对对，女配的个人决赛刚刚打完，金牌，你等一下啊，金牌，哦，金牌是那个奥盛学院的唐如君。白无双他没有输啊，他根本就没有参加比赛。远哥也说了，挺可惜的。要是他代表振宇参赛，肯定能夺金。对啊，那我先不说了啊，我现在要去采访那个男配决赛了。拜拜。小冉，是你在里面吗？你别管我了，你让我一个人待一会儿吧。
你别哭了，把门打开。别哭了，快出来。我好不甘心呐、啊！如果刚刚我多跨那么一公分，我肯定能劈住唐如君的。哎，刚才那个决赛好精彩啊！对呀、啊，我也这么觉得。那个女孩子好帅啊！是啊，好帅呀、啊！都是因为我的失误，才会让唐如君多得一分。无双姐，如果是你的话，你一定会拿冠军吧？哪有那么多如果呀？你看看现在的我，连剑都举不起来，更别说上场比赛了。我现在只能拿着加油海报，在场边上替你们加油打气。你以为我就甘心啊？对不起。我知道你不甘心，那就振作起来，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好。我相信，输给唐如君的那一剑，你一定可以在团体赛上夺回来。嗯，我会的。男子冠军赛要开始了，咱们先去替他们加油。跟新马的打的时候更强了，这帮家伙怎么可以说进步就进步啊？子枫啊，我很期待你在世运赛上的表现啊。嗯，谢谢祖师爷的教导，我肯定会努力的。嗯，祖师爷，我还有个小小的请求。啊，你尽管说。能不能请您也指导一下少康和二豪呢？他们是你在世运赛上的竞争对手，真的要我去指导他们？嗯，虽然现在是对手，但是未来我们会是队友，我们肯定会一起进入国家队，我想跟他们永远并肩战斗。嗯，你说的对，这个邓尔豪跟振宇的渊源比较深，我不方便越过振宇去指导他，但是少康嘛，只要少强答应，我倒可以给他提点一二。那就谢谢祖师爷了。你看，现在少康用转移劈，从第四部位转向了第二部位。邓尔豪压阵还击，看到了吗？刺向少康的第三部位。哎呀，行了行了，别说了，怎么这么快记都记不过来？我回头自己上网查吧。哎，你说这击剑运动员长那么帅有什么用啊？不都还戴着面罩吗？哪认得出来是谁？
奇怪了，男配决赛不是打了很久了吗？怎么还没有实时战况？少康就这么难打吗？进攻、反攻、得分。你比我想象的还难缠，跟橡皮糖似的，甩都甩不了。这句话原封不动的还给你。还有最后一分，我一定拿下。哎，如果我赢了你，你不会跟我绝交吧？你的朋友已经够少了，这种烦恼对你来说太奢侈。你不可能赢的。一定要想办法抢到先机。嗨，阿力。死亡华尔兹。不，我的意思是手心手背都是肉，少康不也是镇里之友吗？是不是？现在他是我们的敌人。继续当朋友吧。段尔豪，没想到你是这样的段尔豪。你刚才耍诈你知道吗？有吗？刚才是我的新绝招，叫死亡滑板车，不行吗？奇怪了。你是不是中二病犯了？什么死亡滑板车？赢了！这次又差那么一点点就能赢了你，你输给林子峰，我输给你，现在都有人开始叫我少老三，这是不是？差一点还是输，你就承认自己在国内顶多只排名第三吧。你才第三，你全家都第三。要是被贝拉知道我输给你，非得回来。跟伊莎贝拉在一起，就是在玩命，保重。
教练，你午餐到了。我还不太饿，一会儿再吃吧。那要不先喝咖啡吧，凉了就不好喝了。